今晚就要来谈道之宗旨，敬天地，礼神明，爱国忠士，敦品壮烈，孝父母，重师尊，信朋友，和乡邻，解恶向善，感人五伦八德，遣返五教圣人之二志，确准四位公常之鼓励，洗心涤虑，照戒修真，恢复本性之自然，启发良知良能之志性，毅力立人，必得达人，满世界为清平，看人心为良善，治世界为大同，礼运大同天，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尊严以灵，当信受母，故人不得亲其亲，不得自其自，自恼有所终，众有所用，友有所长，观看孤独非一者，财有所用，男有分，女有归，何恶其气地也？不必壮于己，力恶其不出于心也。不必为己，是故魔必而不兴，道欠乱积而不作，故为祸而不避。是为大同。好，咱来最早来吃茶啊，会点个解了者啊。好，各位前缘大家好，今仔就要来读《海上清净经》，若观外大道无形，清欲天地，大道无止。运行日月，大道无明，中央万物，我不知其名，中明万道，无道者，有清有浊，有动有静，天清地浊，天动地静，男清女浊，男动女静，降本流末，以生万物。清者独之源，动者静之基，人灵相清净，天地色界归，无人心好清，以心要静，人心好清，以欲迁静，将灵迁其欲，以心自清，静其心，以心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灭，所以不能者，为心未定，欲未欠也。人欠之者，内观其心，心无其心，为观其形，形无其形，观观其物，物无其物，三者俱无。为见于空，观空亦空，空无所空，所空即无，无无亦无，无无即无，三言相知，即无所知，欲其灵性，欲其不性，即是真正真相应本，真相得性。相应相证，相清净矣。如此清净，常日真道，彼日真道，名为得道。虽名得道，是无所得。为化众生，名为得道。令我之见，可传圣道。若观法，上师无经，下师好经，
上着骨着，下着积着，积着自食，不明道定，众生所以不得真道定，唯有妄心，既有妄心，即经其神，既经其神，即着万物，既着万物，即生贪求，既生贪求，即是烦恼，烦恼妄想，由苦生生，变作毒药，流浪生死，伤沉苦海，应是真道，真相之道。五者自得，信五道者，常清净矣。好，各位前贤，大家好。今仔就要来读《自主持家格言》，黎明节气。洒扫净土，调内月正洁，气氛平息，观色门户，必清自检体，一众一凡，同时来处不离，观世观理，应念物力为先，以微物而丢渺，无人合而不者。自方必须强弱，应客切勿留恋，气枯即自竭，欢好性情弱，因失欲而精，凡所如珍馐，物盈花恶，物无良田，三果六果，是阴德之门，地理切标。回归光之后，东方不用准备，切切切忌严重，所中随我，世事不可不行，子孙随无，经书不可不通，一心不及全破，道主要有义方，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以偏骄莫欲，无占便宜，见穷苦亲邻，自家温顺，克薄心家，力无求解，论常乖顺，立见消亡，兄弟孝敬，十分得润贯。中有内月，以发色自然，并无言，怪骨弱，岂是丈夫？丈夫在，不富庙，不成人主，嫁入得家世，无色良品，穿色幽俗女，物价何良？见富贵而生偏庸者。最可气，有贫穷而作妖财者，见莫信。居家在正常，常即常香，处事在多言，言多必信。有时势力而令逼孤寡，无贪口福而自杀生擒，乖僻自私，悔悟必得。挥挥自甘，家道难行。恶劣恶下，得救必受其累。屈指挪行，急即可相依。听听发言，安知非人之亲属？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天地非我之不是，是平心暗笑，是非无量，受因莫忘，凡事当留一点，不离不离在恶，人有虚情，
不可行道即心，因有何欢？不可行意行心，见欲人见，不是真仙。佛教因地，见是大恶，见性而起淫心，报在车路，立愿利用暗箭，何言诸孙？家门何顺？虽用孙不给，亦有一欢。国可扎完，即龙托不移，祖地记录。佛书记载圣贤，为观心准君国，修分安定，顺时庆天，为人欲处。诸佛金言，诸经罗书，诸诸地家皆言将。哦，安尼好，咱休息嘞。咱啊，食一个茶嘞，吼，安那好淡淡，咱个病毒较袂走入去。哦，休息嘞，啊，歇喘嘞。咱来学三字经啊，读的时阵爱读个三字经哦。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故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则明了，得人处。自不学。断机土，道燕山，有余香。道我主，名苦勇。用不教，夫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自不学，非所宜。自不学，若何为？欲不作，不生气；人不合，不知义。为人子，方孝慈；亲疏友，习礼仪。乡久邻，人温馨；孝与亲，所当执；养恕罪，宁容礼。第一种于贤弟，周孝悌，父敬文，弟无数，识无门，一日十，十二百，百二千，千二万，三才教，天地人。三公家日月星，三公家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月春夏，月秋冬，夫妇时，云不穷，月南北，月西东，处处风，应河中，月水火，木金土。诸五行，分何数？十干者，家之贵；十二衣，住之害；
愿功德，日所点愿积德，当中权积德下，纷乱积我中华，在当中愿江河，愿怀集，都是德最积极，愿大华相应行，出五岳山之名，愿树龙，愿共享，出庶民国之良，愿仁义礼智信，出五常归用文，地所生有草木，出植物遍水陆，有虫蝠有鸟兽，出动物人非祖，道良俗灭书籍，出六国人所失，马悠扬皆遣死，出六欲人所受，佛喜怒佛爱哭，爱恶欲七情苦，清澈红一欲碧，出五色莫多色，生苦甘一心寒，出五味透所寒，煎焦香一心流，出五柔必所求，饱土极莫极阴，只有着乃不阴，或冰霜或奇迹，出世心已凋谢，得尽众不离心，心已住住于孙，祖祖孙既连接，乃救助人之轮，无助因夫妇穷，心结有地结香，香有熟有一点，分结行心结中，都是以人所当，当顺数物为背，三足吹大小公，四书满五福将，礼乐下玉书数破六月，金不枯为书黑人强尊，知识字刚说文，有歌文大小段，礼初记不可乱，若讲黑故其还，但若说令之远，还分忙诸刚求，相分多连故作，非黑者必有错，小黑中自述书，论语者二十篇，本地主亦善言，明主者七篇之刚德帖，说仁义作中庸，乃空寂中不偏，阳不抑，作大合乃静住，诸修者自定地顺，好精通。处处学，这个有赶快的顺序嘞。有啦。诸六经系四科通，四书易，礼春秋。道六经同江桥，有连山，有归洞，有九翼，三翼翔，
修仙母，修粪壳，修舍灵，出其耳，我就讲，作就礼，度六关，尊地体，大消大，助礼体，出圣缘，礼乐地，佛国风，佛雅相，何处西，东风云。知义无，春秋重，诸佛变，皆言妄。三观者，有公用，有作事，有国用。正气明，方佛祖，绝之妙。第一书，五祖者，有顺用。分中子及老祖行自通佛祖师何世的弟兄师祝一龙志宏地何三宏弟兄地东有无二义地相一一顺清净世下有故相有通就文武清三王下传主大天下主必在天下下空法下国和相六必在至朝王朝武王至道朝十必在最终朝朝石当皇当罪天山歌上游水至春秋上建国五霸雄七雄顺，迎亲师，师坚定，欢喜世，土汉英，何作兴，汉业建，季浩平，洪孟传，洪武英，归东汉，苏德连。中医殿归属我秦汉兵何三国七两尽宋哲杰鸟点行归南条多金林不关归分东西不文修一个节带济水一河物不在凡，七通俗，东歌颂，第一书，都随乱，放国机，二十团，三百载，鸟灭机，国内在，鸟当尽，急汉朝，秦五代。盖悠悠，烟上烟，潮潮声，七八款，南北分。了一音，在清地，远灭音，转壮士，低多歌，小天台，九十年，各作会，太多音，各大音。何鸿武多金陵大星座千燕京七六世四中金观音树跳如林一通出星体魂星世座迎金陵景树峰七彩冰有空有立天家
临安府抵劫科舍含干变乱气西营化腰刀屁东宫河传统用环境地温清物正明星会得者立变化建民国国因素转在主在地乱地形衰树虽缓福有处书其一汉书二若汉三国之数严正经参通感读书者可信乐通过经欲亲睦孝义上他心以为教于书学于书积重于书行福郭姓人上勤学就中年福老伦必记书学请辞你不变这一干必无书车地面我有烟流追气过必不高主勤破如龙吟如应算沙水平黑不转如虎心如挂上心水流有可得所诺转二十七四法分学书籍必记诺有回避你消心以多书用了和不信之对待平回得书必记时用清你你消心以立志应不遂人应思必七岁令护笔必应我人清笔内有黑东号之大文一令扁平下得温人清笔比如住家从令内南住东主定东流岸风七岁一心同作进入必须有一心主内有黑念力地天修天修也皆修习过分黑黑为人含好事通量力人不黑不如问有力黑重力行用地分他定名用名星天虎六公一前如一后人为主阴光明我告主为一心心有功以无应在即在以连连他当如经将好这样就不简单了安尼是大人九十外岁啊，八十外岁啊，阿要安尼钱吼，足辛苦的。好，辛辛苦苦安尼头尾几点钟？好，好哈，咱歇一下，咱要做公社会用的吼，咱就相聚合作会。好，咱相聚合作会哈，咱要来做公社会用吼，好，咱来念哦哈。愿以出功德，我以普救一切，我定以众生皆众生佛道吼。啊，即卖来要功德费用，咱家己爱报名了啊，吼，一条命啊，妈妈也等太晚。吼，啊，今仔是吼是大人吼，八十外岁、九十外岁啊，身心诚意确定吼。有一点点啊，功德嘛，要来回向啦，回向给咱的七世父母啦，吼，啊，回向给咱的七世师长吼，啊，回向给冤亲债主哦，哈，啊，回向咱今年咱大家本人拢有得到功德安尼啦，吼，好好好。
啊，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哦，啊，会当来读经，哦，啊，叫同道会上，安尼大家拢欢喜，安尼真介好，感恩哦，哦，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哦，啊，啊，行路行起来，安尼运动，嘿，得健康，安尼感恩感恩，谢谢啊，谢谢。